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阿宏无所不谈，阿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又搁到个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是两点开始，加四点。以我小弟阿宏担任主持服务。那么，咱各位朋友观众，你若是讲对平常时啊，啊一寡人事物，以及到啊社会事、国家事啊，有啥物道理啊，啊需要爱改进，或者是不满，或者是有需要。啊，那么啊来跟咱诸位网友，吼、哦、啊，大家啊来探讨研究，免客气。啊，咱的现场电话是台北02-29-77-7-138，现场电话是台北02-29-77-7-138，那么拢会当利用这个啊，现场的电话啊来讲出啊你的心声，啊，甲到大家互相啊来探讨研究。来，咱今日
来讲大连啊，哦，大连，而且大连嘛有一个洞哩，哦，这个大连。那么伊这个炮轰，哦，这个蔡英文呐，当然咱所了解，大连是甲绿色，哦，那么这个民进党，哦，那么联合，哦，来对付到啊这个国民党。这个黄坤辉。绿营，吼、哦，伊咧讲绿营，卖助长倾向到这个中国，伊的这个气氛啦，吼、哦。咱所知影，这个民进党进前，啊，这个谢长廷有到在中国大陆，吼、哦，那么去参加，什么国际，吼、哦。也是个什么啊？这个会啊，所以说那呢啊，回来了后，民进党啊，因为发布一挂对大陆哈，也、啊、这个算讲意向哈，要跟大陆哈啊来交流呢。那么咱所了解进程。啊，这个所谓民进党也好，大连党也好，吼、哦，啊，搁另外一个，但是搁另外一个什么党啊？那么，伊这三党，那么过去民进党时期的时阵，那么就讲啊，这个国民党的啦，吼、哦，啊，这个要加。啊，中国大陆啦，吼、哦，啊来，算讲统一啦，种种的，吼、哦，和咱这个民进党的，都甲批甲吼，也无一块好，吼、哦，甚至定啦，较早拢哦，初初，这个大陆，吼、哦，啊，要来，政府要来开放大陆，啊来台湾，吼、哦。啊、来旅游吼，好、哦、啊！这个民进党的大大细细，哦，拢批啦，哦，什么会顺来咧啊？这个那来的顺来咧啊，会乱啦、啊，哦，种种的安尼，哦，啊，但即马已经大陆，哦，这个大陆，也这个观光啊，好、哦、啊，一批过一批，一批过一批，哦，啊，咱台湾。啊，有一挂这个，譬如讲卖欧米亚街啦，哦，啊加这个观光区啦、夜市啊啦，哦，啊拢做大陆的这个生意，大家摊家拢安尼，嘴笑目笑。啊，民进党的，吼、哦，那么伊感受过如何？伊过去所讲的，那么又果是如何？吼、哦。所以嘛，再讲吼，有诶一挂党就是安尼，哦，你反对，你反对，吼、哦，所以嘛，再讲过去，伫讲诶时阵呢，哦，大陆若过来啦，吼、哦，也是讲诶时阵呢，开放大陆，吼、哦，也即个甲咱台湾来联婚，吼、哦，也若安尼生，即、這个台湾人，吼、哦，会使讲，诶、欸，什么咧，无安啊，吼、哦，甚至种种的，哦，啊来批判啊，这个国民党，讲伊的这个政策，安尼不当。你甲看，即马今日的这个消息，大连，吼、哦，啊来炮轰蔡英文。哦、那么这个坤辉，那么伊就批讲绿营无想过哦，啊来助长这个倾向到中国哦，伊的这个气氛就对了。哦、那么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表示，
民进党应该甲大陆啊来互动啦，吼、哦，强化对中国的这个认识，以及着了解。吼、哦、吼，即卖伊讲爱了解。啊，那么其实咱过去所知影的时阵，这个阿扁啊，吼、哦，咱前总统阿扁啊，哦，伊都过去啊，哦，是毋是安尼？哦，所以伊的相片啊，咱过去媒体啊，都会上讲证明啦，哦，所以。民进党的讲一套，一个是做一套，吼、哦，会使讲，吼、哦，两面说法，或者两面说法，吼、哦。台联主席黄坤辉，吼、哦，那么会使讲昨，吼、哦，四日在家己伫表示讲，要了解中国，唔是干那靠几个啊政治人物搞在中国，吼、哦。啊，来行两年啊，哦，啊，就是会当去了解中国。啊，根据黄坤辉伊伫个讲，吼、哦，现在有一挂伫赢人士，诶，即个心态啦，伫个注重倾向中国诶，即个气氛，吼、哦，诶，即个弥漫，哦，那么最后就是将台湾，哦。啊，来双手送予中国啊！呢，那么这种的这个行为，台湾人民袂使容忍的，吼、哦，袂使容忍的。所以，伊这个讲到尾啊，我跟你讲，时间呐、啊，吼、哦，时间安怎讲？台湾是一千，会使讲，三百多万人嘛，吼、哦。可以说哪一个没去到中国真少有甚至你再看绿营包括的孙三娘台联的他也是有一些人去到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哦、不管说怎么样去吃土也好啦、哦、去的孙三娘、做生意也好啦、哦、说到做生意、哦、说到做生意那么过去民进党的啊，嘛是配这个国民党的吼、哦，啊，那么去到大陆，吼、哦，去到这个啊，这个主席，吼、哦，但雄雄我要讲才讲袂出来，稍等下，我来收着，啊，我再个啊，这个补充。哦，啊，去到啊，包括的是哪里啊？这个什么呀？这个吴伯雄啊，哦，啊去甲因啊遐，会使讲中国歌展，哦，去甲阿秋，哦，啊这个绿营就讲啊，你甲看这个五个吼啊去互大陆吼啊梳头啦，种种的啦，哦，安都。会使讲讲话吼，足、哦、酸的就对啊，吼、哦、讲话足酸的，吼、哦、啊，所以说呢，这个黄坤辉伊讲的说呢，这种的行为，台湾人吼、哦、啊，这个不可啊来容忍，好、哦、容忍。那黄坤辉代表是绿营啊，要提回政权，爱看清楚台湾人民，确实。台湾的这个主人，废话，对不对？啊，当然，即马咱台湾，当然台湾人才是台湾的主人啊，有是啥？哦，这种拢废话啦，哦。那么，如果有迄种哦，要甲这个中国，哦，啊来，要中国，哦，啊来点头，哈、哦，即当选总统的这个心态，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哦、那么今年四月份立委会的这个民调显示真清楚，有大概啊九成的这个台湾人民无希望被中国统一，这是台湾人民的这个立场啦。唔讲讲你90%也好啦，50%也好啦。因为安怎讲，台湾人本来安尼，这生活都习惯啦，
对不对？唔免讲啥，你讲中国大陆就好啊。中国大陆有真济，吼、哦，过去嘛是认为讲台湾是真好康啊，对不对？吼、哦，啊，那么伊敢有讲想要予台湾人管？中国人有要予台湾人管无？有，真少数啦。我甲你讲，人因中国真合罪，唔是像咱台湾。哦，你若去中国，哦，啊，你都卖讲你台湾过来，哦，啊，你都平常时啊，哦，那么去，哦，啊，你卖讲你台湾人，哦，啊，静静啊，那么听因遐，然后伫讲政治，那么你甲听看卖啊，你就知。因大陆的人真富，国家观念会使讲真，凭咱台湾毋知几十倍的，诶，这个强。所以你台湾人要跟人比啥，对不对？台湾人要跟人比鸡腿，是不是安尼？吼、哦，所以你要去了解咱台湾人，咱台湾人伊个习性，从较早到吼，即、哦这个自开放以来，吼、哦，因为即个什么呀？但像我们讲，算讲戒严啊，吼、哦，自戒严开放以来，吼、哦，啊，那么咱台湾人啊，都会使讲多头马车，哦，多头马车，伊即马一个迄条河啊，较早吼，敢若讲咧，讲到到底讲红压迫个，吼、哦，啊，其实即马上来甲你逼。上来给你逼，对不对？哦，所以有的人政治人物啦，那贪污啦，还是什么样啊？都讲的是哪呢？啊，这个算讲多一啊，哦，啊，受到这个压迫啦，哦，种种的，哦。其实，即马当今开放啊，对不对？哦，啊，那么你多一个人。只要是政党，哦，你的这个党，拢会当利用媒体，哦，啊来宣传你党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安尼？哦，会使讲即马你还佫讲咧什么啊？什么咧？对啊，算讲啊，政府啊，种种的啊，伫个打压，我甲你讲啊，政府即马要打压人民。唔是遐简单啦、啊，那过去臭头啊时代都有影，哦，阿妈过臭头啊时代迄阵啊，要阮做囡仔，嘛真平静呢，哪有像即阵啊，抢啦、骗啦、抬啦，对唔对？食毒啦、枪击啦，啊，这你哪唔讲？是唔是？像即马开放了后，社会混乱，哦。也会顺那样派人做，哦，你该想，什么咧？四海帮啊，即马迄个啊，迄、那个帮主会顺那样翘起，安怎都安怎，佫刷落去，也会使讲，嗯，啊，即马换看换倒一个啊啦，哦，政府顶多咧看啦，较早哪有啊？什么咧帮？是不是？你若想过迄个都绿岛啊哩，哦，是不是安尼？所以阵啊，安尼大家嘛是嫌歹，即阵啊安尼大家嘛是嫌歹，是不是？所以我甲你讲啊，即马你讲倒一个来做政府，都无好做啦。你甲想，进前唔是民进党诶，吼、哦，那么啊，提起来做，啊，但伊做了安怎？就是做了无好，人毋则讲，哎呀，国民党诶。算起来嘛是袂歹哩，所以有诶过去诶人就是咧讲，吼、哦，即、這个什么，什么未来，唔知啊，即、這个过去诶即个好歹，啊都、就是安尼先啊，哦，所以了后你甲看，马英九当时，哦，国民党诶即个算讲提出来，吼、哦。啊！伊代表的孙阿娘，国民党的
这个选总统的时阵，我就讲，迄阵啊，阿未第一阵那呢，提名的时阵，哦，正式提名，我就讲，马英九，唔是讲爱一清廉就好，所以我定第一讲，是安怎讲，你国民党诶。过去就是贪嘛，啊贪的时阵，即马讲啊害啊，哦，啊我这个政权啊去哦，这个民进党啊拼倒啊，哦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即马就提一个，啊讲伊真清廉的，哦，表示讲你甲看，阮国民党你甲看，马英九有清廉无？哦，安尼出来，啊迄阵啊就是啊拼啊做了歹。所以大家搁怀念国民党过去做，是真安定。哦，了后唔再搁反，唔再搁反，反搁好打好国民党，这个马英九。那么当时我有讲过啊，马英九我当时咧看到根本都，会使讲，在我来讲是国不将倒好伊，是安怎呢？因为我过去，从我会向的，我都唔捌咧投国民党。了后有党外，我就投予党外。那么伊开始当政，有民进党的时阵，我就直直投予民进党。投到阿扁，那么当选总统，那么过当年。我都无投予民进党，是安怎？我看阿扁啊，伫咧讲诶，吼、哦，起起倒倒，哦，即马还未当选诶时阵，伊就讲安怎拄安怎。即马当选了后，伫讲诶话，伊阁无共款，所以伊咧讲诶，会使讲对咱人民真无尊重。伊是讲，大家拢选予伊啊。对不对？啊，无你是要安怎？那么讲迄种话，拢是兄弟话呢？人较早讲流氓啦，即马无人讲流氓啦，即马讲兄弟。哦，即马讲黑道的，较早无讲黑道啦，较早讲流氓。哦，啊，讲的话会使讲对鼻腔讲倒出来。哦。那么一个当选总统的人，伊过去伊声声句句嘛是讲，伊是大家总统呢，唔是倒一党的总统呢，伊是全民的总统呢，伊也讲甲真好听，对不对？啊，你甲看，是安怎即嘛第一龙啊来，哦，所以咱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咱爱去甲判断。是甲非，咱爱去甲判断。哦，是安怎？我拢无爱加入党，因为你加入党，就被党来绑条的，被党来约束。哦，你搁较安怎嘛？讲啊，党的安怎？党的偌好拄偌好，是毋是啊？乱甲安尼，伊嘛讲党的真好。哦，所以嘛在讲，像即种的，就是啊，受到即个党。也是个约束。那么，咱若卖加入党，那么倒一个咱好甲歹，咱拢看甲真清楚，对不对？所以，咱会认为倒一个做了安怎，啊，咱拢挺好，会使讲无压力，吼，啊，就倒一个咱就挺好来斗，吼。所以你甲看，即马大家拢安尼啦，拢靠党。你甲看，拢靠党。所以我真算讲真厌烦即种个党，倒一党我拢共款，吼、哦，我拢真厌烦。啊，讲到到底拢为人民，吼、哦，有啦，初初当选有啦，过来就无啊啦，吼、哦，你甲看。最近，那么伫个讲
什么遐啊，政府拢乱开乱用，吼吼。啊，结果立法委员，你甲看，所领的钱，会使讲，唔知影啦，即马一个压出来安尼，哇，想袂到，对唔对？啊，讲要删，大家讲啊，什么都要删，拢咧骗人的啦。哦，你甲看政治人物，哦，而且个嘴人，哦，咱就知影讲，哎，咱教育失败啊，教育失败，哦，大家拢为家己的私利啦，无影讲倒一个讲我迄落个啦，哦，所以咱甲看起来，会使讲，人讲天开乌啊，一般乌啦，哦，一般乌。无一个讲外好啦，哦，有啦，偏啊偏向，哦，来我党为党诶，哦来，你是我诶选民，我著为你选民，你毋是我诶选民，我著诶、欸、对不起，就是安尼先安尼啊。所以你甲看，即个即个政治人物，吼、哦，你啊看啥物遐吼，爱著召开啊记者会，啥物啥物啥物啊，毋管对甲毋对就对啦，就是安尼先。迄有诶，我看讲啊，会使讲，伊讲到到底讲是民意代表，吼、哦，为民的服务。其实诶，算安尼啊，伊是为伊家己的服务，吼、哦，为伊诶利益的服务，吼、哦。所以，即种诶俩，即种诶吼，在咱台湾吼，以后拢是定定。诶，这种这个现象，所以台湾会愈来是愈乱，吼、哦，绝对袂愈好，吼、哦。啊，若要好，若要好，就爱互管就好了，吼、哦。过去啊，定定咧讲，台湾人都爱互管，台湾人就是爱互管，这种的民族，台湾人都是这种民族，吼、哦。来，继续，吴坤宇伊在讲，来，咱时间已经超过，咱休困听两首歌，好、哦，稍等下，咱再搁回来啦。来，听一首阿洪所演唱的《无缘的人》，来共同欣赏。将破碎恋人放乎我一人，自己行去做别人，予我心肝无看通。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偌重，有偌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直出现的彼一天。将破碎恋人放乎我一人，自己行去做别人，予我身边无伴行。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偌重，有偌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完全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
切出现的一日想着我的心有多重，有多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你才出现的彼一天。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湿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阵寒，可以感觉心也寒。伊故乡在对面山坡，目睭静静看。黄昏时，日头渐渐坠落山峦边。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要来问伊，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湿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回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
是风雨微微向的都市，路顶星星照着水滴云云的鼻，青春难离不知自己要走到位去，漂流浪子长途要小风雨。当时站在船边，讲甲糖蜜甜，真正稀微离我情意，刷来拆分离，不知何时会来相见，情情长半日，海风也微。都要落月里，海风冷冷吹，听心情飘浪的旅行，为着旅行花了半生，海面做打点，我的心情为你牺牲，你若袂分离，坚挺，风都要那袂停。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那么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节目是每工拜到拜三、拜五，一礼拜三工，下晡是两点开始，啊加四点。由我小弟阿宏，那么担任主持服务。那么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提供予咱全民吼，唔管讲你倒一党吼，唔管有党无党，只要你对政府也好吼、社会事也好吼、国际事也好，啊，那么啊，有一挂你想要讲的心内话，唔免客气吼，咱拢会当利用咱这个节目，台北。现场电话0229777138，台北电话0229777138。那么扣音起来，有什么无所不谈的，你做你提供你的意见看法，那么需要
政府改进的也好，吼、哦，也是讲的时阵呢，大家需要共同，吼、哦，啊来维持，共同来打拼，吼、哦，拢会当啊，点么咱这节目啊来提出啊你的意见、你的看法。后来咱都只讲这个。台人呢，吼、哦。那么伊黄坤辉讲，立赢人士去中国，只是会助长轻中的这个气氛，吼、哦。那么正当伫个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轻中，吼、哦，的这个政策。那么黄坤辉是讲，拄啊好中到这个马英九轻中的这个政策啦。哦，所以中到唔中到，因为安怎讲呢？因为黄坤辉，你是反对甲中国嘛，对唔对？伊民进党的过去嘛是对。反对甲中国啊！啊是安怎啊？伊即马哪会阁要甲中国啊来交流，要缓和伊过去民进党甲中国大陆，吼、哦，伊个即个紧张气氛嘞，就是安怎？就是阿扁啊，哦，阿扁啊。所以嘛，再讲咱甲看起来，伊阿扁啊，若做好。即马无国民党诶，国民党诶是党外诶。即马可能阿扁啊，若搁咧做，应该嘛无你即个大联党诶才对。吼、哦，因为了后，即、這个有大联党诶，就是李登辉嘛。哦，他怎樣，他以前的勢力，他做總統呢，所以他的勢力、哦、雖然說他沒有做，那時候、哦、他大家都也認定他說話、哦、都可以說很準就對了、哦、那麼之後就是阿扁阿嘎这个李登辉因为阿扁啊干炸哩，吼、哦，咱新闻都看，吼、哦，伊就讲，阿辉阿伯，恁人伤过身哦，吼、哦，你安怎安怎哦，吼、哦，就是啊，有一挂过去，像有诶拢判刑啊，对不对？这个法务部诶，吼、哦，过去迄个什么人，吼、哦，都。通风报信，是不对？哦，就是讲，这个什么案？他迄阵啊是什么案？哦，这个李登辉嘛涉嫌伫内底啊。啊，所以阿扁啊，就是利用安尼，哦，伊做总统啊，伊叫啥人讲？这个资料是安怎？资料是安怎？啊，所以人就提供伊啊，是不是？哦，啊，所以利用伊啊，伊的这个职权，哦，啊，就讲嘿。这个阿辉阿伯，你莫想过身哦！你的证据是落在我的这个手中哦，对不对？所以了后，用乎李登辉的这帮人，包括黄坤辉啦，进前还佫过来的嘛吼，啊，那么伊才出来这个算讲组织一个。大联动，那是安尼呢？啊，无较早哪有大联动？无啊，哦，所以嘛，再你甲看，是安怎？伊都还阁组一个党呢？伊那无爱加入一个民进党都好啊嘛，是不是安尼先？啊，伊那阁组成一个党，所以咱安尼甲想就知影，大家拢为家己的利益，从过去国民党嘛是安尼啊，分裂。是不是？
唔叫其他的动啊，是不是？就是安尼啊，啊，就是安尼。了后，国民党诶，唔再去互民进党诶体系。啊，那么民进党诶了后，伊个袂，伊个袂好啊。毋着博一个大联党，啊，搁一个毋着啥物党，对毋对？所以你来看，安尼就好啊。台湾人会好袂好啦？你做你家看，拢讲落讲，拢顾落家己个。啊，无你国民党个若无安尼分裂，你民进党个哪有通摕到政权？无可能。所以我毋知咧讲过去，其实宋楚瑜伊是真会做，可惜都无迄个运啊！伊都毋是台湾人。啊！你搁甲做甲，讲了错，做甲官僚，予人嫌甲烂老，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安尼啊！啊！你就是过去人讲外省的啊！啊！台湾人就是了后，哦，民进党的时阵安尼啊，直鼓舞，直鼓舞，唔走咧反的时阵安尼啊，即外省，对不对？啊！你该想。你讲较早国民党全外省的无唔对啊，了后嘛是台湾人去加入的啊，是不是安尼？啊，台湾人都去外省啊，啊你哪要去加入国民党？是不是安尼？我操，即嘛即个林义士啊，迄个是台湾人啊，伊嘛加入国民党啊，足济啊，是不是？所以你家己台湾人都要检讨嘛。我拄仔咧讲啊，台湾人袂好嘛，啊，就是啥，为着家己的利益啊，都袂好啊。哦，啊，你若为着公众呢？哦，为着真正人民呢，哪会安尼？是毋是安尼？对毋对？哦，所以咱来甲想就好，咱爱有智慧，哦，爱有智慧，毋通人来讲啊，对人迄款呢？是毋是安尼？啊，讲只错，你予伊灌输，敢若较早嘞国民党诶，你灌输迄个思想，你以后要改变也真艰苦啦。哦，像你北韩嘛是同款啦。你啊看北韩、南韩，较早是一个国家呢，对不对？为着第二次大战，你甲看分这两个国家都无同款啊。你甲想，啊，真奇怪，较早嘛是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对不对？啊，结果哪能安尼？伊甲国民党同款啊！哦，国民党甲这个阿强的同款啊！过去嘛是分裂啊！咱这边的教育就讲啊，伊啊的时阵哪能啊，拢咧食树皮啦，哦，散家啦，有影啦！啊，咱这边确确实实，咱这边较民主化。啊，较民主化，所以大家靠家己的打卡，靠家己的打拼，所以咱从过去拢认真打拼，伫为家庭，哦，伫为家庭未来，啊，那么伫奋斗。所以咱你甲看，咱台湾是毋是凭大陆较早开发，对不对？较早欢迎，对不对？哦，啊，因你甲看，哦，都。吃国家的，做嘛国家的，啊！你想，因遐国家的迄个机关呢，拢倒呢，无人要去做啊！哦，有哦，啊，都应付的啊！你甲看了后，伊这个，邓小平是不是？了后的时阵安尼啊，迄个平反了后。对不对？啊，了后的时阵呢，伊敢是搁做甲国家的总理的款，哦，了后伊才讲啊，中国都爱赶紧实行现代化，伊是共产主义的啊，伊无法度，伊迄个底调的遐嘛，啊，
所以一时无人改变变啊，开始就讲什么几个现代化，几个现代化。迄阵啊，唔知啊，学台湾，什么迄种爱学台湾，谁来学台湾？就是咱台湾在要看，咱台湾做模范在要看，就是讲你啊看，这么啊欢迎，这么啊民主。啊，所以共产主义伊无多人一个就变民主啊，啊变安怎？就是豆豆啊变，豆豆啊变嘛。所以伊才讲爱实行这个现代化，唔知开始对外。啊，要较早你大陆人，你要去国外，拢爱是哪样政府批准啊？落尾啊嘛尽量，吼、哦，要外国的求学的啦，好，拢，只要你思想无问题，就准你去国外，是不是？吼、哦，啊了后的是哪样？就是咱台湾的差到尾啊，阿国的，吼、哦，蒋经国无啊多啊。吼、哦，伊讲好啊，老兵遮尼啊，遮尼啊可怜，吼、哦，缀因老爸啊的孙仔尔来台湾，什么都无，对不对？啊，离乡背井，是不是？了后，毋则开放老兵回去探亲，迄是安尼呢？啊，是安那大陆伊中共的孙仔，甲咱的孙仔死对敌，是安怎要应准？因知影台湾有钱啊，提钱过，大家迄阵啊，老师官啊，大家嘛拢，迄阵啊拢有诶有欠钱诶，对不对？啊，啊甚至诶孙阿娘过乡，拢诶孙阿娘即马啊退休啊，嘛是还阁过乡啊，啊，啊伊是安那有国家诶甲保障，你莫想，较早若无遮个老师官啊，无遮个外省诶。公车错，你台湾早拢退去啊！你对唔对啦？你讲有恁安尼想？啊！你讲有恁安尼想？若无伊坚持，甲中共来对敌，吼、哦！迄阵啊，若无安尼坚持，啊，哪有台湾早拢退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无咧迄落啊！啊！所以咱都爱公平，对唔对？讲话，咱该当对就对，唔对就唔对，是不是安尼？哦，你会当讲有啊，部分的阵安尼，国民党啊，拢计想要贪污啊，利用伊关系，有无有啊？你民进党的嘛是有啊，哪会无？是不是？你敢讲你大家拢真清白吗？选举你敢讲你无买票吗？对唔对？所以咱袂使讲的阵安尼啊，哦，为着利益，啊，就乱讲。哦，这在阿宏来讲，哦，我买我卖安尼，我拢会分析。哦，伊是倒一点对，伊是倒一点唔对。啊，即马认为讲要安怎较好？哦，对大家利益会较好，是不是安尼？啊，无你讲民进党诶，啊无贪污，阿边个人向掠去关？是不是啊？啊，你直直讲阿扁也无做事，诶，国民党诶打压什么嘿啊？啊，那安尼生诶孙安尼啊，对不对？啊，互你做，过去嘛是互恁做诶啊，对不对？你啊看，阿扁诶孙安尼上任了后，伊诶孙啊做法违背体制，是不是安尼？人迄个什么过去国民党诶，伫咧升官是有迄个步骤，有迄个年限呢。伊即马一个上任，安尼啊提拔伊家己本身对伊好诶，对因党诶好诶，啊那么伊就三级跳，对不对？哦，这是要不得。所以乱啊乱七八糟啦，大家拢我对你好，我落升官，大家嘛拢安尼，直直我阿扁啊，伫我民进党拢安尼外看，过去有一单你阿看，巧克力啊有无？巧克力啊，啊就是安尼拍马屁啊，啊就是乱啊，迄无一个体制就乱啊。人过去国民党诶，虽然讲真阿爸真迄款诶，人伊创开安条条有理啊，是毋是安尼？啊无你较早早就互退去啊。无国民党较早就互退去啊啦，
你台湾人要去算啥？是毋是安尼？啊，无你台湾人，你过去你干嘛？即卖嘛是咧学咧讲哦，过去拢是啊万清诶，去迄落啊，去迄落啊，拢咧嘛是拢讲过去啊。所以过去好诶，咱都爱延续。即卖毋是延续歹，对毋对？好无保留，延续就歹。啊，有外国啊，你也看即卖社会乱糟糟，对毋对？你也看迄珍珠奶茶啦，什么花啦，阿红唔捌咧食迄啦，因为那较早拢无人要食啦，啊，所以你甲看，即个老辈，你做你甲看，拢较缺失、较欠，即个少年辈你再看，拢即个咧开啦，啊，因为咱较早过去习惯啦，三顿有人要食就真好啊呢。哪有糖啊金嘛？食到的时阵，啊，再来讲，食到身体安怎？是毋是安尼？啊，一个台湾细仔个啊，哦，逐项都有，什么嘞？什么素啦、维生素啦、什么什么遐、啊？啊，你甲想，你有摄遐？啊，都爱加人啊，是毋是啊？啊，即马再来讲，哦，我人拢用遐多，政府拢用遐多。啊，你当初要立法的时阵是安怎？你拢无咧想？啊？什么欠一个什么书、什么厝，啊，着搁什么兄？吼，啊，即个啊环保署，较早哪有迄个环保署？拜托个。啊，你干那一个署，你都要用偌济人啊？对毋对啦？啊，家己无检讨啊？哎，乱就是安尼啊！你当时那无安尼先想，像较早法律敢无遐侪条，即马毋是啊！较早法律是一本安尼呢，即马是安尼呢，吼、哦，对不对？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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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全啊？啊是安怎？法律设愈侪。就是歹人愈侪啦，贪污的愈侪啦，用人愈侪啦，对不对？我即摆讲唔是用人哦，是用的人愈侪啦，是不是？你啊看，即摆问题走出来，唔是讲啊，迄、那个什么农，米有农药，金盾米有农药，是不是？哇，哎哇，我都无嫌什么呀呢？啊，你有是有成立？成立迄会当迄款，但是你讲到到底，人伊阁无够啊，是毋是？啊，人即马人有迄款的，伊阁伤侪啊啦，对毋对？开销阁来啊啦。那么政府的算安尼啊，都偌侪钱啦，预算都爱偌侪啦，每年都爱偌济啦，你看伊阁来啊，是毋是安尼先？所以即种的体制，即种的人民，是即种的官员，即种的百姓。我跟你讲，袂乱啊乱啊！好嘞，听歌。即马拢讲落拢时间超过，哈、啊，好嘞，搁听两首歌，因为今日吼，啊，这个刷。从了无迄款嘞，来淡水河边。水河路顶闪闪星，看天的景致，有甲心上美。
小事，啊哈，现在的帮阮的小事。淡水河，我头看过去，有一对好情侣，坐在河畔，不知有心爱的，无情加无义。声叫着你的名，到底去佗位？啊哈，真无义，变心做你去。水好冷，抬头看天星，听见着风摇曳，风声叩门。阮也是亲像伊，无伴在身边。断茫茫点情，行来又行去，啊哈，永远是袂当再做对。
才会搁再相见。在何时才会搁再日光？存着笑容来甲伊相送。啊，心爱的人，目眶渐渐啊。行路如行，一路顺风回故乡，在港口摇来摇去，大笑船过彼年。心情在路口海边，古拉斯拉一杯酒，在酒店里找袂见马多罗斯，情也醉。啊，港顶。十三分地阮行青春风微微石头烧了无人影情相对影影相随讲话汤味甜五彩色的王庭因阮搭入爱情池我一笔记得过去是你落头好一张啊港顶十三分地春来心情摇动，明日无你心相印。送船去小别彼时，双人心相比。不敢辜负我彼日饮酒介绍阮心意，看天星茫茫大雨，叹我月娘看平年。港顶。十三分地后来咱继续搁回来现场吼。那么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时两点到四点。有关于我啊，小弟阿宏担任主持服务。来，咱今日
有讲这个黄坤辉大连党，吼、哦，那么伊开始就对民进党啊，那么就咧发声啦，讲民进党恁这个人啊，唔通啊倾向到中国，吼、哦，那安尼先。啊，拄啊好中到马英九的这个政策，吼、哦，价值就对，吼、哦，伊强调台湾要认清的是错误的亲中政策，就是 ECFA。就是 APP， 那么对台湾经济造成的这个伤害，到底甲今日台湾经济才会来衰败？那么讲到台湾的衰败，唔是台湾衰败呢，即嘛是国际性，国际性。你甲看外国，另外讲到到底。哦，因遐福利偌好，吼、哦，因遐人民拢政府咧饲，吼、哦，即、這个医疗的也好，政府都爱来甲开，是毋是？年老人因阁有福利，是毋是？啊，你甲想，是嘛？逐个拢倒啊，是毋是？啊，所以这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不是台湾经济败，台湾的经济是受到国际影响。啊，你即马你甲看，你台湾那无遮个什么，遮迄个高科技的，遮电子啦，遮迄落啊，你想？台湾要跟人创啥呀？啊，台湾是要跟人创啥？所以家己无咧想，啊，是欲食饱用用，啊，干那咧咧讲政治，对不对？啊，讲啥迄落？你安尼就饱，啊，无趁钱你就饱，对不对？你啊看较早拢，大家拢点点啊，默默都做。默默的做，啊人嘛是安尼咧过啊。你啊看啊，即马拢逐支角，吼、哦，伊啊一支角，伊啊一支角。啊，你想乱啊？啊乱要哪？百姓要哪？啊百姓嘛乱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所以，黄坤辉一直强调，哦，那么台湾经济衰败，今日台湾的经济衰败，伊是安尼讲哦，哦，伊讲过来对政治造成影响啦，哦，啊，所以啊，当然的咯，想嘛知，啊。人也无通好食啊！较早讲啥物，有诶一挂学者，我定定咧批评即个学者，敢若会用读书啦，尔会用创啥？对毋对？啊，读书敢讲伊都有法度通，哈、啊，去做代志嘛，未必然啦、啊，对毋对？即卖真侪读较足悬诶，做歹代志诶足侪啊，变动啊足侪啊，对毋对啦？啊！读书悬无一定讲伊就好人啊，无一定你伊咧讲话就对，吼、哦。啊，当然啊，你经济歹，当然为着食，对不对？人讲为着食真破遐，较早人拢讲，吼、哦。啊，那么过去我拄仔咧讲这学者，哦，有诶一挂主张拢啊，即卖哪会去抢人，爱着无人好食。公系教育出问题嘛？啊，
公家说无你读书咧从啥呀？哦，你无，就去人偷哟。啊，那么这毋对，伊嘛摕来咧教育啊。要较早，这拢毋对啦。那你讲啊，这无人要食咧，去人偷是应当诶，这袂使讲应当诶。你去人偷，就是毋对呀。既然毋对，那么你即个有毋对，好甲歹诶，即个规范，你就爱讲啊，你即个人偷摕毋对。哦，伊爱教育讲啊，你虽然讲无人要食，你是安怎无人要食？咱来百度伊是安怎无人要食，对毋对？你百无人要食，甲百度了，伊就对毋对？伊哪会去，哪会使去偷啦？啊，若甲安尼，即马安尼，我嘛通好去抢啊，是毋是安尼？啊，是毋是？我嘛借理由啊，啊，社会拢教安尼啊，啊，我无来抢，我变啊，啊，我来抢，啊，我都为着我要来去老阿厝啊，我要来住老阿厝啊，我即马住到这根本都，哦。过来10年诶，啊，厝阁无好，有诶咧老啊，对毋对？啊，我为着买迄落，我着来共抢啊，抢来买一间厝，安尼我有正当无？啊，讲迄是毋是安尼？所以人过去教育甲即卖教育无共，是安怎安尼？就是你愈教育愈歹嘛。过去拍囡仔，逐个围我来。啊！那咧，那拍囡仔，我是多人讲，啊，伊都无听话，安怎啦？啊，即马边个人讲，哎呦，你即个囡仔，那则不受教，吼、哦！啊，是人叫你安怎，你著甲伊反对，安怎？嗯，啊，无采咧，是多人咧，甲你饲，对毋对？我较早是讲即种话哦，即马毋是呢？哎呦，你若拍囡仔，哎呦，你若去倒位啊？安尼，啊，你想，互囡仔听的，鼻腔内。啊！你想，逐个人讲，啊！你是大人毋对啊！啊！伊哦，啊！伊就照着你，逐个讲你是大人毋对，伊以后伊就袂听师长的话啊！我凭什么要听你？对毋对啦？所以教育失败啦！较早人嘛拍囡仔，逐个嘛讲，哎哟，咱较好，安怎？哦，后摆无甲是大人一句话，一句来，一句去。哦，啊，咱若爱做人，咱就爱安怎，拢是讲安尼呢，教育拢是安尼呢，即嘛无共款啊。你也看即嘛社会代志，咱遮多，啊，什么狗仔啦，什么坐车啦，什么遐啦，啊，问题了了啦，是毋是？你个你出来看，社会倒一工无问题，啊。像我过去都讲过啊。诶，红灯，哦，青灯，人会使过，你甲看，拢啊安尼，沓沓啊行，沓沓啊踅，啊，毋管讲啊，人都车安尼歇后壁安尼歇长咧等伊，安尼管啊，沓沓啊踅，啊，你讲到到底讲你行人优先，对毋对？你行人优先，但是你爱赶紧行啊，啊，你毋是啊，啊，就是造成安尼嘛。啊！你敢有咧想？人车让你无毋对啦！啊！你想啊？即马车足济咧，毋是敢若讲迄款个啦？你甲看，你即马一个开始，你行开始，即马车顶会当右转个，开始即马一个行几台，行无几台啊，都变红灯啊，后壁都袂当阁过啊呢。啊！你政府你都无敢若，你无想讲你规划歹。对毋对啦？啊，你干那要外迄款嘞？啊，咱台湾人你着知影啊，啊，有歹习惯啊，是毋是？你看人日本，啊，你甲看咱台湾人，你去日本，你去香港，哦，你去啥物新加坡，你看你敢乌白淡无啦？马上人呀，着甲你叫去，人呀着罚偌济足济，你敢知？对毋对？哦，啊，人伊出世伫诶遐，哦，啊，伊伫诶遐，迄款诶，因诶人民，当然无后，是毋是安尼？迄我看诶有诶，免讲啥，我去公园啊，
最近我拢我有去公园啊的时阵呢，去咧运动。迄有诶，都明明都搁行两骹步啊，都公园都内面有便所，伊个敢若毋啦，伊都敢若要踮咧跳，迄壁边诶都点么酸啊！我感觉真奇怪，迄台湾人啊，啊，啊你若讲伊无欢喜哦，你凭啥物要讲我？对毋对？你嘛，你也毋是有关单位啊！你凭啥物要讲我？啊，你嘛做甲安尼，较早无共款哦。较早正人拢会当讲，啊，大家拢啊，有影咱毋对。即摆无共诶，啊，你也毋是警察啦，你也毋是法院诶，你也毋是法官，你也毋是检察官，啊，你也毋是啥物兄啊，啊，对毋对？即摆变甲安尼，你看社会乱七八糟。好，来，咱继续。所以，黄坤辉，伊讲，过来就是政治会受影响，当然啊。啊，你国家你甲看，无人好吃，人民都反啊，一定是安尼生啊，对毋对？哦，那么啊，甲中国经济一体化。必定道德甲政治一体化，啊，讲只错一体化是安怎？那是好的是安怎？对唔对啦？那是好的还是安怎？对唔对？啊，所以你大家讲，我甲你讲啦，阿强啊要管台湾，伊也真惊啦，因为怎讲，咱就是咱就自由惯习啊，对唔对？你甲看即马香港嘛反甲，对唔对？啊？啊、你要怎樣？所以現在就多頭馬車啦，這樣也不行，這樣也不行，不相信，這社會就是這樣，不平靜啦，會亂糟糟。那麼，它的這個趨勢是越來越明顯，也為國民黨鎮壓哦，弥漫到绿营来啊！所以黄坤辉，伊就是讲，啊，都爱甲中共，啊，都爱切，有可能无？所以我定下咧讲，有诶讲反核是啦，啊，反核是无要紧啊，因为核是伊即马算起来，咱诶电钱会较俗。你甲看，即人即马外国个来，毋知倒位啊，是哪呢？那家己啊台南嘛倒位啊，啊创迄个风车。你看，迄百姓就讲啥物？迄声音大啦，啥物碗粿啦呢？啊，你甲想，安尼嘛毋安尼毋，啊无你莫用电嘛，是毋是？啊，你莫用电啊！你若拢莫用电，你才来反对这啦。是不是這樣？啊，不然你用電也要燒，是不是？啊，還要再那種的，啊，你想，如果沒有核實的，就除非現在就是風車，啊，咱台灣的這個環境，要來參外國，人家外國人家風真強嘛，對不對？哦，啊，他的所在真那種的，真空闊，啊，咱台灣不是啊，咱中央是中央山脉啊，对不对？啊，一边是花莲，这边嘛无讲盖迄款的。哦，啊，着这边西部这边较，包括北部这边、南部遮这边较有厝安尼安尼啊，较有地啦，对不对？所以干呐，哦，啊，即摆你话看环保的嘛是同款啊，嘛是出问题啊，是不是？你无看迄个啥，迄个花莲县长是吧？迄个算华人官长，什么坤啊，对不对？啊，结果的时阵啊，伊讲都爱一个迄个都爱偌济野生的会鸟啊，什么花啊？讲遮粗，有人都无人好食，搁顾啊鸟啊去，对不对啦？三只嘛拢反常呢。你也看，即马伊个狗啊啦，吼，平人食佫食到较好咧，
啊，啊，讲到家里人无人好食，对不对？哦，即马讲啊，人都艰苦啊，食都无人好食啊，结果伊个狗啊，食平人搁较好啊，你甲想？啊，安尼咁对？所以即马诶，即个迄个拢幻想诶，真正幻想。我咧看拢幻想，是毋是安尼？啊，你造成一窝蜂狗啊啦，吼、哦，对不对？啊，大家拢为外国引进过来，啊，若兴趣就饲，毋饲你甲看。都乱放，对不对？乱弹，啊！你甲想，伊阁造成社会，一寡污染啦、负担啦、种种的啦，啊！你甲看，啊！即马社会有乱无？你讲，即马正讲土狗啊是贵狗呢，啊无去啊，对不对？啊，大家拢无爱啊，嫌讲迄土狗啊歹啊。哦，拢迄个去啥物，敢若猫了，那波斯猫啦，啥物花啊啦，哦，啊，咱台湾猫你也看无人要饲，对毋对？啊，遮个时阵啊，放甲规个，啊，种个根本都毋对嘛。咱台湾猫是够有够济嘛，对毋对？啊，啊，伊敢若毋去饲台湾猫，伊就敢若要饲外国猫，外国狗啦，你也看迄啥物白金狗啊。好、哦，我听讲，迄阵啊，讲长贵一只，讲几来万，啊，啊，你个想，这种社会一窝蜂，啊，这根本唔对，伊那袂讲，咱家己来想看卖啊，即卖社会诶，这个种种诶，这个状态啊，啊，好来继续。所以黄坤辉伊在讲，连赢政治人物选台湾总统的是台湾人民啊，废话嘛。本来是台湾总统当然嘛，台湾人咧选的。但当时的时阵啊，这个阿强的因遐那边来咧选，对唔对？啊，即马你甲看，你台湾人娶大陆某。伊有心情，同款伊嘛会当投啊。只要你有台湾心情，咱嘛当投啊。哦，台湾中华民国发予伊的这个心情，咱嘛当投啊。啊，无黄坤辉，你讲你台湾人，无你台湾政府有无？进前嘛毋知啥人创一个台湾心情啊。啊，看你伫个台湾心情，看你会投票啊袂啊？是毋是安尼？啊，干那点啊讲，点啊屁安尼，点啊屁个安尼啊？哦，对不对啦？是不是？有话讲什么台湾什么啊？无你台湾心情，你印出来啊？哦，看你台湾的人，你去印出来，看你会当去投票未啊？是不是安尼？啊，你认定嘛是认定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啊？你唔当当选总统，你当选立法委员，对不对啦？啊，你刚才讲国民党，啊，你这么人伊在主政？就是人伊咧做啊，你较早阿扁咧主政，就是阿扁咧做个啊，对不对？啊，我想阿扁讲，你政府来做嘛是无法度，什么都是总统来做嘛无法度，啊，无法度脱离去阿强个啦，你知不知？尤其是伊即马强起来啊。过去还未开发的时阵，当然啦，你台湾还阁有法度，即马你无法度啊啦！你甲看，人伊钓鱼台，你钓鱼台，你要甲人安怎？是毋是啊？人伊敢要甲日本拼？哦，日本有关系到美国人，那敢？是毋是啊？呢？啊，你台湾呢？对不对？拢踮在后边，安尼下来尔，无你台湾要从啊？是毋是？若无这回，若无阿强的大声起来，伫讲钓鱼台，你台湾进程安怎？你讲，你台湾进程安怎？是毋是安尼？你咪是借着阿强的势啊！你讲话才红声呢。你过去阿强的伊无讲话的时阵，你甲看，
啊，你黄坤辉咧讲，你咧讲啥嘿啊？对不对？哦，所以咱爱看这个新闻，看伊这个讲的，咱爱分析对甲唔对，互大家来了解嘛，对不对啦？哦，我袂讲抄安怎啦，咱都大家我咧去，我咧分析的，啊，恁听看卖啊，是不是呢？哦，你若是讲啊，认为讲阿宏阿弟讲的有偏颇，还是讲有唔对的所在，唔免客气，你拢会当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台北电话02-29-777-138，咱即马现场吼。伊咧讲选台湾总统是台湾人民，最重要也是爱经营台湾，废话嘛。倒一个无咧经营台湾，啊要是哪要经营台湾，是安怎就走甲去大陆？人较早的生意人是安怎早爱走去大陆？你嘛爱甲想看卖。啊无你过去历年，包括的孙阿娘啊，这个嘛有一寡去大陆做生意的啊。对不对？嘛是赞助你民进党的啊，你立赢的啊，啊，迄你要哪讲？迄你无爱叫叫回来，哎呦，你哪去大陆？你唔对啊啦，对唔对？你无去也叫叫回来，安尼唔才对，啊，你哪拢点点？是不是？啊，你干哪要讲？你家己唔赶紧，吼、哦，我恁呢，在大陆做生意的人。你无赶紧啊！你去啊，唔对啦！你赶紧呢，即时钱款款呢，对不对？啊，较早嘛是讲啊，你钱的时阵去啊，啊，拢赚的拢无法通退出来，嘛是拢安尼共讲啊，对不对？啊，伊无通退出来是安那，有法度通帮助恁，恁立赢的，对不对？啊，来竞选呢，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讲话要有大众化，立出公论啊！吼、哦，我过去嘛是支持民进党的啊，我有讲过，我真会向的投票就投给民进党外，过来有党我就投给民进党。做阿扁啊，做总统去讲话了后，我就过当年我就无投给民进党的。我就投給國民黨，就是這樣子，齁。來。那麼，伊講提出辦法來進行台灣經濟，啊，無你提出來嘛？你既然會當講講，啊，要進行台灣的經濟，啊，無你提出來嘛？你的辦法提出來嘛？對不對？人聽看賣啊。对不对？那么坚持台湾的主体性，我跟你讲啦，主体性，那无人好吃，看你外主体性啦，对不对？你甲看过去的时阵咧，人讲卢宋来啦，较早卢宋上有钱啦，卢宋客，我相信讲民进党的，包括你黄坤辉，你嘛所知影，较早咱台湾是凭。菲律宾更加善，你敢知？人因安尼过来穿迄条鞋，穿迄条鞋啊衫呢？较早阮细汉的时阵，你嘛讲啊，这卢宋客。啊，即马咧，即马菲律宾就做外头的，哦，对不对啦？啊，你甲看人伊菲律宾，因故下下叫呢。啊！伊惊咧，因菲律宾若无讲英文，伊哪有法度通过来？即马你甲看，大家拢爱用菲律宾的呢？安怎讲？用菲律宾会当甲咱台湾的这囡仔教英文呢？好、哦，你甲想看卖啊？哦，安那，即个印尼的、泰国的都较少啊，所以大家拢咧用即个菲律宾的。啊、是安那，大家嘛是为利益去算啊，是不是安尼先？啊，无你甲看，
昨今日的新闻，对不对？迄个啥？迄个那是印度。印度的时阵呢，拢咧推行讲中文的，哦，讲中文的。我跟你讲啦，伊个外国人嘛讲一句啦，以后中文上界吃香的，就是中文。啊，大家讲遮粗的，是不是？无你台湾人，你卖讲中文嘛？是不是？恁台湾人，你都我之前我冇看讲啊，台湾伊有台湾话嘛，伊有片嘛，对不对？啊，看你去试用看卖啊，对不对？啊，干那点么红声，点么讲安尼啊？啊，你看做会出来袂？是不是？哦，所以伊讲爱提出办法来进行着台湾的经济啦，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啦，对不对？无你家己去看嘛，过去台湾都有主体性啦，是不是？迄阵啊嘛无较咧甲大陆咧交流啊，迄阵啊大家毋是拢做甲变变叫，是不是？啊，就是安那会歹，啊，你都台湾人毋做啊，是不是？啊，毋再引进外劳。啊、台湾人，你若要做我哪有迄个外劳啦？外劳要倒生？外劳当时是安怎引进？就是较早，那么大家咧防这个大家乐，都无瘾做，所以伊一挂工程，吼、哦、一挂迄落个啊，迄个建筑也好，迄阵啊拢有政府咧实行什么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迄阵啊，大家拢包厢饭，拢应落去啊，无人啊，无人要做啊，大家咧消大家乐啊。啊，无在，遮毋在吵政府讲爱引进外劳，迄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啊，你台湾人敢有咧检讨？你台湾迄阵啊，大家经济若歹，消的时阵呢，六合彩，大家乐，对不对？迄阵啊，那地下签你甲看，一塌糊涂。啊！迄菜市啊，是那拜的休困，无台地，就是迄阵啊，拢有大家乐的啦。你甲看，迄有大家乐咧签，迄福假的时阵啊，人啊车烧浪，都赶紧去看牌。啊，这几号安尼？你甲想？台湾人像这种的安尼，伊家己拢无爱检讨，啊，再来咧检讨别项，是毋是？所以外劳引进外劳，就是台湾人不爱做，才引进外劳啦，知影无？来，所以你即马反倒当，哎呦，才要保护大陆的，大陆需要的保护需要啊。但是你即马就是唔对，就是你台湾人开始唔对啊，无瘾做嘛。啊，你人即马入来咧做，你才讲啊，伊咧抢你的饭碗，是毋是安尼？啊，当然，伊较俗，人大家嘛要请较俗的。你物件去食嘛是同款啊。你敢要食较贵的？偏偏迄物件你敢要食较贵的？你当然要食较俗的啊。你请工人嘛是同款啊。你房车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要较好价的啊。对不对啦？啊，这种理由千千啊，大家安心，对不对？乱输来啊！我讲对不对？来继续。伊讲的孙阿娘守护台湾的主权，这是选票的这个保证。保证啥？你若做了好，就保证啦。你若做了无好，倒一个保证，对唔对啦？啊，啊，他进前唔是民进党的，唔是的天下，对唔对？总统唔是伊在做。是不是安尼？啊，伊就是做了歹，就无保证啦；做了好，就继续做啦。就是阿扁啊，乱舞啦，再阁换国民党个啦。阿扁若做好，哪有国民党个？是不是啊？啊，你逐任民进党拢做了好，伊国民党个就愈来愈无机会嘛。想就知影，
啊，但是一摆互你机会，结果你都无爱互人机会啦，对毋对啦？是毋是？啊，所以伊讲去中国西人就会当摕到选票，那么这种个想法是错误，当然啦。是安怎讲？因遮另一个会袂去中国，因为即马就是发觉讲，伊民进党个阿扁啊做了无好，已经人唾弃民进党，包括我本身啦。我支持民进党的支持几年啊？过了十年啊，对不 对？啊，是啊，人反倒转过来支持国民党。我唔是支持国民党足久啊，唔是呢。我有讲过啊。我支持甲阿扁做总统了后，过当年我都无支持民进党，你讲是几年啊？几年啊？你讲是？这会使讲弃票呢？对不对？弃票呢？就是讲啊，天下的一般乌，都是党来做拢同款，是不是啊？啊，娶了换一个闪赛，哦，就是安尼是，啊，啊，家己无检讨，啊，你讲啥？讲迄种意识形态拢无效了，吼、哦，来。咱今日吼讲即个有关台联黄坤辉吼批评蔡英文讲绿党唔通伤过轻重啊！吼、哦，我甲你讲，较早无轻重的时阵，人嘛是支持你民进党。对不对？国民党都做遐久啊，人嘛是支持你民进党，是不是？啊，是啊，即马你变甲安尼，就是人咧讲，我咧讲讲乌，天开乌乌啊，一般乌啦，无讲倒一个偌好啦，对不对？啊，人再个支持国民党，啊，即马国民党搁烂烂烂，对不对？哦，啊！你甲看，反正一个换面震动也无一定啊。哦，是不是安尼？啊，你无点么意识形态，点么讲无效，讲大家嘛样讲，都只袂样讲。啊，实际上呢，有诶讲简单啊，要做困难，你爱想这点。你甲看迄民意代表，吼、哦，批人点着，遐尼啊激烈，吼、哦、啊，嘴若要讲人啊，拢。免安怎？啊，你甲看，家己薪水，伊自我诶，共领较侪，啊，你毋爱抬掉，是毋是安尼？啊，要抬，你阁毋敢，是毋是安尼？啊，你讲到到底，别人诶囝死未了啦，是毋是安尼？哦，好啦，无咱今日就到遮做。暂时一段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下晡时再会。最后祝各位网友、观众身体平安、事事如意。阿宏就讲声再见，拜拜。Happy.